接下来大家除了这个以外，我顺便再说几个跟这个比较相关的啊。这里边有一个谁呢，是吧？这个叫做 binary search， 啥意思啊？二分查找，它只能对例子操作，因为它在找标，听明白了吧？我可以在一个例子集合中对一个元素进行查找，这个元素必须得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必须得实现 comparable 啊？不能比较都白扯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大于小于，然后判断折半的位置吧？是的，点一下，这个必须怎么样啊？必须得是自然排序的，不是自然排序的话，就必须得根据比较器排序，明白吧？没顺序，绝对无法折半。紧跟着老师给你们演示这个就完事了啊，这个我就不再写源码了啊。复制大家还是这个，但是这个能折半吗？这绝对折不了半，明白吧？因为它折半就是危险了，因为它没有顺序，怎么办？老师先对它排个序，我就按照自己的顺序排了啊。排完以后大家看着，我准备折半一下了，我先把排完序的集合打印一遍，然后我再折半帮大家找一个就完事了。找谁？唐莱克森斯点上一个 binary search， 我要找这个 list 里边的谁啊？比如说叫做 AAA， 它会返回索引吧？紧跟着打印一下 index 等于加上 index， 大家来看一下，这是 demo 图啊，运行注意 look， 首先几个是这样的，别上面的啊，这排上去的啊，答案是负二。来，告诉我负二啥意思？负就代表没找到，二啥意思？插入点，还记得吧？加一。如果我把三个 A 放到这个集合当中，放在游戏上，它要放什么位上？是不是要放在零一一的位置吧？是的，就是说。负二，这二怎么来的？就是我们说的插入点，是吧？再减一，为什么减一啊？万一插入点是零，是废了呀？是的，那所以插入点减一意思，保证它是个负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简单了吧？说老师，我找个有在的呢，比如说找 CBA 呢，那就弄嘛，对不？零啊，一啊，二啊，对不？哎，对对对不对啊？必须的啊。行了啊，搬到这儿就完事了啊，这也没什么可说的。紧跟着大家，我再带你们弄一个更屌的。注意啊，这是按照比较器排啊，就是说我可以按什么呀、啊？按照长度排序，是不是可以索引呢？我不就不再演示了啊。还有一个也是用的比较方法的，叫做 max， 我可以求集合最大值、最小值，简单到不行了吧？给你一个 collection 集合，叫做。无论是 list 还是 set 都能进行最大值的取出，只要他们能进行比较就行。那有没有序无所谓，听大家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我跟你讲这方法，你说实现就实现，巨简单无比。大家最大值还会求吧？对吧？哎，把大于号改成 compare to 就 OE 了，大家。不用再啰嗦了，我带你们求一遍吧，好吧？获取最大值。说老师，这里边最大值谁呀？注意啊，我连排序都不排，需要排序吗？不需要，是吧？谁说我获取最值还得再有个站好啊，对吧？直接弄就得了。返回的是死菌，因为我元素就是死菌。来一个什么样啊？再带着范型呢？来一个叫做康莱克森斯点儿。马克斯，把这个历史往里边一传，行了，打印得了。哎哎哎，这么慢着呢？马克斯等于我加上马克斯，看着啊，一个弄，是他吗？是他吗？是的，是不是字母最大呀？老师，我想取那最长那个，行啊，逗号，用一个比较，哎呀，比较器，大家再看，欧巴，
说取就取，简单到不行嘛。到这儿我没什么可说的了，大家这犯行比较恐怖，其实跟废话是一个道理，好吧？没有什么太多技术含量，老师不再多说了，行吧？大家，说老师为什么要记住 object？ 我个人觉得这块有点多余。起来的话也可以，这行了吧？这个，啊，嗯，一个折半，一个对折嘛，是吧？没什么可说。